真的吗？这也太不好意思了吧。没关系的，我们也想为慎静多出点力。再怎么说，这也是我本人造成的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错过了什么？两位好，就在刚才，莱斯格终于向我们坦白了一件事。还是让我自己来说吧，我就是导致慎静一系列麻烦的罪魁祸首。起因是我在秘境入口处，我好奇它能不能转动，就伸手碰了那么一下，谁知道那就是慎静的核心。我是说，在天地旋转起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发现大事不妙了。不能全怪你，我也有保管不当的责任。哎，早知道就该把核心好好锁起来的。秘境的入口，难道就是那个大水球？就是这样。大家一番反思过后，莱斯格先生主动提议说，想为慎静做些维修和保养加固的工作，但他一个人恐怕应付不来。我和尤拉决定，哎，不不，我可没有。都这个时候了，尤拉还以为大家会相信这一套吗？虽然安博说过，这种时候只要附和就行。啊，那个，莱斯格先生，你今天一定要好好努力工作哦。哦，一定一定。哼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今天的午饭我会尽力的，请放心。嗯？哦，不不，感谢各位不计。不错不错，但力气可要省着点用。圣经内部很多地方都年久失修了，一定要逐项排查清楚。一找到答应干活的人，伊迪亚的气势都跟平时不一样了。除了这边三位，剩下的人今天就一起行动吧。我去把其他人叫过来，我们准备一下，尽早出发。他兴致勃勃地跑开了，看起来真的很高兴。第一次当上工头的人或许
真没办法。好困。嘿。